好，来，这是那个正方形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正方形很简单啊，这个就是正方形。老师因为为了让你们看清楚所有的，我用那个圆珠笔画啊。好，六，尤其哈，这个要求要很准确，哈。好，因为老师用圆珠笔画哈，所以这等一下可能没有办法擦。你们在画的时候，自己一定要注意，对的这个线一定要对准，因为你稍有失误或是稍有误差的时候，其实等一下会很清楚。啊，所以这个看起来目测的样子就要一样大，不要有大有小，那个联考一看就知道有问题，有没有？啊，把它画一个对角线出去。好，所以这个焦点也要联考绝对不会考这种简单的题目啦，啊！可是这个就是你的三角板的运用，因为我们这联考没有平行尺可以用，啊，没有制图桌可以用，所以你现在看起来的大小都要一致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这个请你回去练习一下。